我要做头家啦。爸，你原本就是新卖面店的 CEO 啊。嘿，这边无同款啦。新卖，你无甲咱的合约书提出来，咱试试就偏胖子。啊，再来，来哦，恁真足甲看啊，有人要投资我出心爱牛肉面的品牌啊啦，后摆我唔那是头家哦，我阁是哦乾坤师哈。姐啊，你是讲五山集团的日月星饭店抢用啊？嘿啊，啊啰五山集团的千金吴莹莹啦，伊讲希望吼，阮店的饭店做一个冷冻调理包啦，啊，佫讲哦，讲若是有成功的话啦，伊吼会阮推出阮家己的品牌啦，啊，我连家己的品牌嘛拢想好啊，我著甲合作吼，乾坤师，啊，包装袋下口吼，我要来印一张吼，我穿迄大细的衫点啊，著名的相片，吼。嘿，看起来就足厉害啊！呢，姐啊，你真正是一出息哦，就做头家的命呢。恁卖面卖当卖到企业化，啊，遐就搁讲，五年前哦，我是英足业遗憾啦。啊，五年后哦，我才变成食品界传奇，这人生嘛够出名哦。阿公煮的面最好吃了。哎呦，人阮悄悄就同班会啊！等到阿公的品牌上市哦，我给你当头一个客人。耶、yeah. ！哇，那安尼咱都出两个头家，这是上喜临门呢。爸妈，恭喜你，辛苦叫你顾宗盛出头天啊！恁拢袂感觉奇怪哦？那大饭店要找餐饮合作，应该拢找名店啊。咱只是一间小小的面店嘛，因哪会看得住吧？啊，有影啦。咱新卖面店哦，确实都唔是落爱排队，阁真有名的店。啊，不过在咱电商，人气嘛算真旺啊。阮一开始吼，嘛是有质疑这个吴小姐是安怎想要跟阮合作的用意啦。啊，不过哦，伊讲伊看喜欢的，是咱的面店嘛，迄款家常味，就像讲迄离乡背景的游子哦，买当借着一碗面的滋味哦，去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大概是这意思对吧？对对对对，哎，重点是吼，签这合约对咱做保障的呢，伊敢保证讲哦，营业额是咱即卖三倍哦，吼，后摆哦，咱日子免过介辛苦啊。大概厝内讲要开一下钱的，但迄个这手点仔捏的捏的，哦，够痛苦的。凯宏，你讲有赞无？嗯，真赞。就参照爸所讲的，机会是老有准备的啦。你已经准备五年啊，即马真无简单，咱就这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我相信过无偌久，你有搁会当宏图大展。你要让阿伯安尼去冒险？阿伯明明跟五山集团都无来往啊，吴莹莹安尼找上门，你拢袂感觉伊的动机足奇怪的？无啦，人甲吴小姐早就熟识啊。顶一遍开宏替伊解约时，人迄查某偌好嘞呢，特别走来店面送礼，甲阮讲多谢。对啦，伊讲吼替阮抓着奥客。啊，虽然讲初初哦，有因为讲伊替你接 case， 害你差一点仔出意外迄个代志哦，阮对伊的印象唔是讲真好啦。啊，不过哦，看到伊本人了哦，感觉这查囡仔哦，佫真有家教，真有礼貌呢。哪知讲尾啊，伊煞家己走来要找阮合作啦。啊，阮就看伊这样有诚意着，啊，想想的，阮就讲好啊，就来合作啊。伊这唔是哦。你是要甲爸泼冷水是？不是啦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那自同烦恼迄个真正常啊。啊，连我家己我嘛想袂到，
我食到这个蟹，又搁到这个抗战吗？啊，搁机会东山再起，去本地的品牌哪做起来？我绝对要一步一开，好啊，珍惜。我要给恁大家搁过好日子啦。阿伯，啊，搁有啦，我会甲恁两个哦办一个真正的婚礼啦，甚至啊赞助你的事业。安尼恁两个少年仔哦压力就袂遐大啦。赶紧哦，爱心妈去成立恁家己家庭。像我这么高讲话，跟得良听的美女出手，那我无法度解决代志。啊，你那边呢？进行了刚顺利。林子彤遐单纯，只要有一个大饼，给伊淡薄希望，伊就戆戆向前冲啊。伊伫想要复刻过去经医美明星面膜，创业这条路，伊是袂停落来。又果是复刻，我真正想无呢。是安怎今卖人这么介意复刻一挂已经退流行的物件？就参像我阿公啦，一直死脑筋想要复刻若是十亿的香水，连我阿妈吼拢无这么要紧啊，伊吼真正是家找麻烦。这款话你上好卖在董事长的面头前讲，卖了伊无满意。哎呦，你这么样想要创啥？今摆咱吼就照计划一步一步来了。创业这条路吼布满荆棘，我只要想到讲林子彤的跋甲爱白叫母，我就感觉心情就爽快。到时阵吼，一定会足后悔，是安怎无爱较早退场的？爱拖累伊身躯边的人，陪伊做伙吃苦。当伊发现有问题，求助无门的时阵，你就是开放因到位的救星。无唔对，到时阵开放就会知影，林子彤教我根本就无法度比，是我的物件绝对走袂去，这点我有信心。你走，我刚来。撞啥啦？我只是烦恼你的工作，想要带你看卖，你到时候叫你白替我。我不是白贴啦，汉良姐，你想伤济啦。我拄只吼，只是手足疼的。你看，敢若搁咧流血呢。是哦，哦，我咧替换药啊，身上换一个新的纱布。你先坐，来来。恁来有阴影，你即马需要白汉良替你完成任务，就算心内搁开安怎多大，嘛袂当表现出来，互伊发现。若无，你就减一个任劳任怨好卡手啊！来得够有人哦！哦，应该是我弟做，阿袂离开啦。哦，拄好，顺便介绍你认识。啊，那以后有啥物甲香粉有关的问题，你当直接甲伊请教。阿公，你袂当因为一个心智年龄爱袂成熟的老少女，你会当撇出若是十一的主香调，就爱我请伊吧。而且今麦爱福利的营运就正常诶，根本就无需要加一笔人事的开销，所以我反对啦。你明知人情弱，因为车祸意外才失去记忆，你煞讲这款话来伤害伊，无你的家教是藏在厝内底，袂记查出来。阿公，我是惊讲你甲姓谢就同款，互伊单纯外表骗去啦。一个无身份、无背景、阁有身心障碍查某，还讲伫咧上流社会的公子，还阁有头家边安尼踅来踅去，恁拢袂感觉，伊安尼足奇怪的？你敢会想过超过啊？我甲万丹认识，我有缘分，迄个是我安排的啊。搁再讲啊，
我甲吴信贤的代志，毋是真好一个人，会当评论的。你若毋知影，嘛请你至少讲话要较尊重的。你是有啥物所在，值得我尊重啊？吴信贤，啊，等下，你莫生气啊。伊小姐讲话较直接啊，啊，不过伊是想要报复董事长，啊，佮有爱福利这品牌，伊毋是针对吴小姐个人啊。搞定去！我咧教我早孙，什么时阵又搁来插手啊？为着爱福利好心，那咧我今嘛都以一个经营者角度来甲你显摆。处理接手爱福利了，近两年来，业绩一点拢无啥心动哦。也毋过这几年来，相逢的市场煞愈来愈侪人客，你煞一点仔成就都无，含上基本的妇科落实十亿这支芳水，你拢做了无义无义，啊！你就表示讲，你对相逢一点仔热情都无。阿公，你哪会当你讲啊？上少我无做过了钱啊！有趁钱无趁钱，敢是我为这个品牌操作？我有欠你男生的啊，我会坚持让爱福利留下来，那是因为这是你阿妈的心血。当年在这里付出了多少用心和热情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好啊啦，如果说到阿妈，阿妈那种想法哦，早就已经老口口已经过时了啦。你无爱让我转型，会当做一挂即卖的人介意的芳味，还佫怪我即卖业绩无好。你那是哦，要马儿好，又不让马儿吃草啦。你安尼吼，真是娃娃害死这个品牌啦。英英啊，你到即卖佫听无我咧讲啥真？啊，你就是惊我甲爱福利做倒嘛？我是无伫个你的心上，看到你就相反的热情，还佫一点啊？我所在真就心上看到啊！阿婆，即马我有问正耀，都凭伊即马对爱福利这个品牌调性的观察，看伊会当有啥物建议。我计，你到当年的面做你个马计。吴小姐，小等下我要讲的话吼。你着凊彩听听啦，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点仔想法尔，毋是介重要。啊，我若真正是这个品牌的主要负责人哦，我会想讲头一个任务应该是要把这支经典又够有故事的若十一，伊的品牌价值发扬光大。我相信啊，这个芳味啊，若是有品过的人，一定会足介意的，而且甲今嘛吼，一直足怀念的。就参像我真有可能也是这款人哦，啊，所以我阁另外一个想法，就是讲哦，我说品牌若是一心一意跟他想要对流行，安尼唔来辛苦，而且真紧嘛去予市场淘汰啦。有听到无啊？人真有这话，人讲有弱势，我当充满感情，哈那你嘞？伊就是见人讲人话。伊鬼讲鬼话，这像没晓啊！伊根本吼就是顺你阿姨在讲话啦。你这讲的，真正神经有够重的。林小姐，这下真不是款哦，讲袂赢人，对人会真攻击。一个查某囡仔嘴这么歹，你到底是跟什么人误会啊？公，我真是你的查某孙呢！你为着一个不管系外人打我，为着我唔管，我今日为着讲我家，有伊就无我，你家己算清楚。